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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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断除懈怠当中呢，就是现在正在向这个自弃女南渡啊，就断除自弃女南渡。那么这里呢，就是有欢喜之音，就是讲这个问题。古云出辟言，假与具心俱矣。从乐趣生乐智者遂退学，因为这个学习菩提。道呢，就是不像跟那个世间人，跟世间人的话呢，只是有了这个吃穿就可以了。生活呢，就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意义呢，他们认为是只是这个吃喝玩呢，就是最多呢，就是做一点就是为自己、为他人的一些精神的事情。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众多的事，而且为他人的话呢，范围是非常这个狭窄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完全是不相通的，比如说两个人的这个责任不相通一样，
一个人呢就是只管七个人，一个人呢就是管无数个人，那么无数个人的这个压力呢就是应该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他早上很早的应该这个要起来，就是是这样的，所以啊就是应该断除这个一切疲劳那么我们呢就是应该这个加以这个决心，去真的决心是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应该弃着呢就是这个菩提心的这种骏马，然后呢就是从安乐的地方呢就是去往这个安乐的目的地啊，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所有的自在谁会退却，谁会怯弱害怕呢，绝对是不会的。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道路当中是没有什么坎坎坷坷，没有什么那个痛苦困难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就是不快乐，就是怎么会是害怕呢？就像一个世间的这个道路是，如果是这个就像山口里面的这个路一样诸都非常不方便呢，就是大家都害怕啊，我这里不能把这个车也不好，然后这个路也不好，那我去的话呢很担忧，就是不能到达目的。如果他那个这个城区呢就是也是很好，而且就是他的路相当的这种平的话呢，就谁就会害怕呢，就是绝对不会害怕的。因此呢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当然这个能了解这个因果的，能了解这个大乘佛法的究竟意义的这些具有智慧的智者呢，就绝对也是不会这个害怕的。真正的这个增上对治呢，也是略所和光所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样的，这个略所，请你身主远行见奸细舍，为苦思利也，能生细求利。那么这个从此呢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下面就是不是讲那个对治这样的这个谈那什么难度啊，就是对治这样的难度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对治方法。那么真正对治方法呢，它这里要这个精进的利益，就是天下无边的一切这个众生呢，必须要具足这个四种住愿啊，就是四种住愿啊。那么四种住愿是哪四种住愿呢？就是行结心和坚毅，还有呢这个欢喜和细舍啊，就欢喜和这个放舍，就是中共这四种利，四种住愿也可以怎么讲？那么这四种住愿呢，是依靠什么而这个产生的呢？当然是这四种住愿全部是实际上是依靠这个希求力。希求力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呢？希求力的根本就是这个危机轮回和恶趣的这种痛苦啊，就是危机轮回的痛苦。然后呢，就是利益要思维这个解脱的这个利益就这样呢，就是才能得到这个希求力啊。什么叫做这个心结呢？所谓的这个心结呢，就是实际上是在这个阿毗达摩经当阿毗达摩论当中呢，就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心结和希求呢，有不同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大乘佛法，就是对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大乘佛法呢，具有强烈的一种希求性。光有一个希求性不行，你一定要这个踏踏实实的，一定要就是这个持之以恒的要这个性质就这叫做是这个坚毅就是很坚定不移的就坚定不移的去这个性质。
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欢喜力。什么叫做这个欢喜力呢？就是对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有不共的这种欢喜心，不敬。因为前面是我要这个希求它，而且这种希求也是没有这个欢喜的心态呢就不行的。第四个呢，就是舍弃。舍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信持佛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是你这个疲倦呐、或者是有时候身体呢就是生病呐、就实在是没办法这个进行，在那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就是考虑自己的身体，考虑自己的心态，稍微就是放松一下，或者是休息一会儿啊，或者说是那个就是出去就是看看病呐、你千万不能说啊，我试就试吧，就是我一定要这个做下去啊，然后那这样下去的话那就不行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讲了这四种这个四种这个诸愿，也可以说梵语当中呢，就是愿和这个力的就是力量的力啊，就是这个意思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所以依靠在四种力量，依靠在四种能力呢，就是要行持这个善法，行持善法的最这些这个力量啊，就这些这个诸愿在自相续当中升起的话呢，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就要这依靠希求，是希求仪的根本意愿呢，就是为轮回的苦会思维解脱的这个生命。古短必为缘，必为品呢，以语见气舍，实行控制力，勤觉增进进。他这里呢，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端出这个精进的味品啊，就是精进的味品呢，就是前面讲的三种这个难度。那么这三种难度呢，依靠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来就是断除呢？刚才所讲的那样的这个欲求啊，就欲求是指的是心结性，然后呢就是坚毅和细就是这个欢喜，以及呢就是舍弃啊，就是只舍弃这四种这个力量啊，就是四种这个咒怨，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个当然这字面上的解释呢跟前面的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再加上是适性力和这个控制力。什么叫做适性力呢？我们通过这个真知真量来就是去舍啊，就是实际呢就真正的去这个信持啊，在实际行动当中去操作，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适性力。然后控制力，所谓的这个控制力呢，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然后自己的身心呢就是获得了这种平静自在啊，就是平静自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身心不自在吧，那么通过控制力呢，就是与这个凡夫的这种身心呢就是加以这个调和，就是调入啊，就是这叫做这个控制力。意思就是说呢，刚才前面讲的四种助愿，再加上是在这里的这个实性力和控制力啊，就总共有六种力，通过这种六种力呢，应该就是端出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这种难度懈怠。就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通过就是自信的这种这个毅力啊，就增加这种这个毅力，然后呢就是自相续的这种信心和需求啊，就是这些功德力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增长。这样以后的话呢，不管是白天呢、就晚上呢，应该就是在这个学习佛法上是不会有这个困难的。不管是哪一个高僧大德呢，都是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学佛呢，就是真的是这个依靠这个境界。如果有了这个境界的话呢，就是学佛的很多境界呢，很容易这个升起来。不境界的话呢，哪怕是在这个皈依或者是出家，就是多少年呢，也不一定是对帮助这个众生有利，也不一定是自己这个有利。
下面呢就是降的这个光速啊，就是光速呢，我们这个降的具备住缘和还有这个依靠住缘，就是精进修行，还有这个住在自己吧，就分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降了这个四种住缘啊，就是四种住缘，其中第一个就是行劫住缘。那么行劫住缘里面呢，就是现在降的这个没有这个心结啊，就四位这个没有心结的这个过失，就是主要这个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道理是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法缘啊，就是法缘欲尽处，自他住过失，然今意已过，须修已解害。那么我们这个没有这样的这个细修行的过失是什么样呢？就是在这里说的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诸佛菩萨面前，在上师面前呢，已经这个发了愿，发了什么的愿呢？大家也应该清楚啊，就是在座的所有的道友呢，都已经发过愿的，就没有一个不发愿的了。当时都发了愿的，发的什么样的愿呢？就七亲诸佛菩萨，你们就是谛听，我从今天开始，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呀，发不胜圆满的菩提心，大家都发过这个愿的。可是现在我们实际行动当中的话呢，是不是这样？就是一定要这个观察。那么我当时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要尽除这个，从彻底依靠这个大乘佛法的智慧和悲心呢，从彻底根本上呢，就是尽除自己啊和其他这个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烦恼障、宿执障为主的一切这个过患障碍啊，就是一切过患障碍，就是当时我这个发了这个愿。可是现在呢，就是，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发这个愿呢，实际上是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啊。就现在我们呢，也应该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因为在这样的这个果实呢，就仅仅是进出一个果实呢，其实需要这个修一个界那样的这种这个功夫啊。如无非曾有出国清净粉顶属无量苦无心气味即无局。真的，我们这个不要说是这么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清净呢，就是这个一辈子当中没有就是修行，然后一年当中、一个月当中、一天当中，那就是到底我们这个修了多长时间呢？大家都自己也应该就是知道的，已经发了这样的愿，但是我们真正为众生修过多长时间呢？大家也应该清楚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有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欲呢，就是变成这个就是参出很多的这种乱子，这个是都非常多的不可思议。那后来真正成欲的呢，就复称这个欲的呢，不太这个多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发这样大乘菩提心的人的是比较多的，但真正修成大乘菩提心的人呢，不太这个多的啊。就实际行动当中，真正这个修持的呢，就不太多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成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感受这个无量的这个痛苦啊。那这样一来的话，我自己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信呢？就是好像我没有信呢，就是我这个信呢，就是是石头还是这个钢铁就是做成的，自己也应该有时候自己觉得特别惭愧啊，就是应该这样想啊。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讲第三品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都发过这个大乘的这种愿，可是在几个月以来，就是我们就可以观察，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行为呢，是不是相应就是大乘佛法？这个不用问别人了，就自己应该清楚。如果没有这个如法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行为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应该一方面呢，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另一方面呢，就发这种誓言。就现在开始呢，我尽心尽力的作为一个凡夫人，当然今天的这个誓言呢，明天非常稳固，一直这个保持下去的话呢，我们也不敢这样这个说的，但是呢就真的是这个方向呢，就是大家都不能这个告诉一味的，就是短暂的这个人生呢，全部这个告一些世间法，告一些名闻利养的话呢，的的确确是没有这个意义的。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